是你特别骂，特别特别。
19点的比赛即将开始，现在请运动员入场。一号台薛浩天、温铁军，二号台郑仁恭、苏明，三号台关鹏、郭家龙，四号台李林山、李中阳，五号台赵启明、王石，六号台马良、地海，七号台王坤龙、胡博，八号台雷一伟、李东明，九号台李铎、黄勇，十号台孙明明、刘国，十一号台吴昌浩、严建博，十二号台张岩、孙建卫，十三号台齐观世恒、杨航 ，TV 二号台王璐琪、约翰楚阿 ，TV 一号台单宏宇、张展。
在比赛开始之前，提醒一下场内所有人员，请您将手机调为静音或关闭状态。观看比赛时，请保持赛场安静。拍照请关闭闪光灯，谢谢合作。欢迎大家来到中国双鸭山仁和安防乔氏杯2018中十八球国际大师赛的比赛现场。接下来要进行的是第一阶段17-20组第五场，1-12组的第六场比赛。下面介绍出场裁判员及运动员。一号台裁判员王小月，运动员薛浩天、温铁军。二号台裁判员赵家乐，运动员郑仁恭、苏明。三号台裁判员玉林，运动员关鹏、郭家龙。四号台裁判员张宝，运动员李林山、李中阳。五号台裁判员张兴禄，运动员赵启明、王石。六号台裁判员范文涛，运动员马良、碧海。七号台裁判员周世龙，运动员王坤龙、胡博。八号台裁判员刘法恒，运动员雷义伟、李东明。九号台裁判员刘欢，运动员李铎，韩国选手黄勇。十号台裁判员杜环玉，运动员孙明明、刘博。十一号台裁判员王航，运动员吴昌浩、严建博。十二号台裁判员张毅，运动员张岩、孙建卫。十三号台裁判员魏金亮，运动员齐观世恒、杨航。TV 二号台裁判员傅依冉，运动员王璐琪。菲律宾选手约翰楚阿。TV 一号台裁判员温龙，记录裁判员董春波、石凯奇，运动员单宏宇、张展。现在比赛开始。
信。